家好，我是彭飞明。2018年呢，我参加过一战到底，我是女王，我现在就要上战场去救我们的骑士了。但当时我是以清华大学战队的身份参加了世界名校争霸赛，然后我也特别开心，所以这不是关注了一战到底现在这个青创季。嗯，那我就乘风破浪而来。当年呢，彭飞明是以北京高考和艺考双料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并且获得了清华美院的设计学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学双本科的学士学位。那在校期间还获得了国家级的奖学金，实力不凡。这一次啊，我不光来了，我还带了礼物。哇，还有礼物啊！嗯，太客气了吧？什么礼物呢？哎呀，这是什么呀？这个是我特地为青创季创作的一幅画。你能看到，就是我的画面上有两个人含情脉脉的互相对望着，那大家一看就肯定知道是谁了，对吧？我看到我和你是吗？我和你是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看到这个画面了吗？再看一下画里面的那个样子，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了。什么？是我们俩是吧？其实这个画还有一部分，我觉得这两个特别像两个脚印。对，没错，就是一战到底咱们的 logo 其实是脚印。而且在旁边还有这个水面的涟漪。对，有八个涟漪，就是我们台上的这八个坑位。啊，太有创意了吧这幅画。其实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是这个画。大家也看到中间黄色的部分正好是一个八的形状，也就呼应了咱们一战到底正好走到了这第八个周年。好有意义哦。八岁了。对，太好了，怎么这么有心呢？那么漂亮的小姐姐还这么有才华呢。那这么特别的礼物，我当然希望是用一种竞拍的方式把它送给拍得他的最幸运的人，在场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哎，那怎么竞拍嘛？对呀，其实我心里已经给他估算了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呢跟我和一战到底是息息相关的。拍的这个价格跟彭飞明心里的这个价格最接近的，然后就可以得到这幅画。想不想猜一下？李伯廷，啥都别说了，把你的零花钱全部拿出来。就是我感觉在画里仿佛看得见，就是小敏姐和李浩哥，所以我觉得我猜一个520吧。很有意义的数字，很有意义的数字。坐掉，我想给出的这个价位是2018元，八角六分。怎么还有八角？对呀。因为这是飞姐第一次来参加一战到底的时候，我记得是在2018年8月6号。当时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真的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它真的是勾起了我内心当中对于一战到底的回忆。来，王松阳，我想猜一个我自己的幸运数字吧。我是第一次掷骰是2011年7月5号，所以说我就猜是705元。好的，705元。东哲，我猜一个数字吧，1314.88吧。寓意特别好，希望我们一生一世都发财。好，来楚真，楚真，他们俩是一个学校的。对，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学校里面认识。主要还是太潮太帅，他不太像典型的清华男生啊。太不像了，这感觉像是串场来的。今年是我们一战到底的第八周年。嗯，然后呢我们台上也一共有八个坑位嘛，就我想888发你知道吗？所以我猜个888。我也想猜这个来着。春雨，春雨，你说。我猜一个601.71好了。为什么？这是两个我今天一直萦绕在脑边那个数字。
601指的是6月1号，就是我们青创季开播的那一天啊。71是从开播的第一天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1天了。然后我确实是在台上唯一一个从第一期一直到今天第11期还活在这个台上的一个选手，钉子户。因为很多观众也好，导演都在问我说，为什么过去这几期我好像不太说话了，我好像表达变少了。哎，我也有觉得，因为台上过去这11期正正好好我会见到50个不同的青年，在这50个青年中，我发现有的人非常活泼，有的人年少有为，这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我的表达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就在不断地封闭自己。今天飞鸣来到这里，这幅画充满很多色彩，就让我想到了，其实台上一个挑战者，6个一战青年，我们就像是不同颜色的七巧板，可能有炽烈的红，活泼的绿，而我可能是那个最沉稳的黑，但没关系，只有把各种颜色拼起来，这个正方形的七巧板才是完美的。所以谢谢飞鸣。哇，谢谢春玉哥。哇，说得太好了。哦，春玉，你说这段话让我们好感动啊。春玉啊，你要相信人的存在都是特别有价值的，存在即合理，就有必要。你能一直在这里站到11期，就说明王春玉就是有站11期的资格，对吧？和实力。来，飞鸣揭晓吧。其实场上已经有一位选手跟我心里的价格非常接近了。我是806来到一站到底，但是我想在806后面加一个小数点和一个2，因为时隔2年。我又在2年后的8月份来到了这个舞台，所以我内心的价格是806.2。哦，806.2。对。哦。所以在意义上，其实坐雕已经非常的，但是价格上最接近的竟然是楚娟。好马配好鞍，好话配好人，所以这话理应要给我。谢谢飞鸣给我们带来了这幅非常漂亮的画。下面飞鸣思考一下，给出选择。其实经过刚刚那一环竞拍啊，我其实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在场上，只有这个人说出来的数字跟我内心的这个意义是最相近的。多雕，雕在武侠小说里面，你看《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雕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猛禽，而且雕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它是悄无声息的，它经常会杀的猎物措手不及。但是呢，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一个射雕女侠呢？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的内心当中藏着一团火，我要用我8年的积累化作今天舞台上最耀眼的光芒。好，这是战前的宣言，也是战前的表态。飞鸣，你会有压力吗？我觉得当年大家都说我像一个女战士，现在我想当舞台上独一无二的孤胆英雄。我自愿放弃我的助攻环节。那我作为一个男生，我也应该拿出自己的担当。在这个舞台上，我很钦佩周涛、谭月、徐汝江、杨峰他们那些前辈，所以我想让我们俩今天的这场答题回归到他们那个时代。我们俩今天去掉选项，可以吗？哇，两个人越玩越狠。OK， 成交。现在是8周年，咱们就以8为基数，谁先抢答完8道题，谁就赢。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哇！待会儿我会用我的实力告诉你，今天你所做的这个选择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哇！两个人杠上了。没有想到两位选手都同意，直接开始一次抢8的竞速时代。我们对这场比赛
充满期待。小伙伴们为我加油吧，我给你们一场超帅的答题。来吧，请准备。答题开始。宋仁宗时民间传颂的嘉佑四珍中，真卡东厂是明代哪个皇帝创设的机构？答案谁快？导播车来判断。导播车判断。朱棣。李作雕快，2-0。涂仲的服装最早出于哪种用途而发明？猎熊装。哇！黄飞明拿到一分。全球唯一一个五星级机场位于哪个国家？新加坡。漂亮，3-1，哇！在唐朝制度当中，负责草拟政令的是哪个？张士诚。中书省彭飞明快加分2-3。哪位历史人物同时具备三国时期皇帝、腋下文人集团这三种特征？曹丕。是。3-3，3-3。全国目前唯一一个没有开通高铁或动车组列车的是拉萨。漂亮，第一次的超越李作雕，4-3。在我国，长江和黄河都流经青海和哪个省级行政区？甘肃。Yeah, 是四川。送分给彭飞明5-3。不粘盖的酸奶盒材质运用了哪种自然界的效应？荷叶效应。哇，漂亮漂亮漂亮。关河梦断处是哪位诗人回忆当年单枪匹马奔赴边疆的诗句？陆游。漂亮，我平。游戏王者荣耀中故乡的梅花开了吗是哪位女英雄的阵亡台词？王哲君。导播车判定。王哲君。李作雕快，5-6。李作雕重新拿回了优势。热狗这个称呼来源于哪种文学形式？漂亮，6-6平。王家卫继《花样年华2046》之后第三部曲。大话。哇！谁快？大话。彭飞明先到赛点，7-6，彭飞明再拿一分。这一局比赛直接结束，彭飞明将获胜。答题继续。人体组织横膈膜的痉挛收缩会引起哪种现象？回看。大哥。7-7，赛点打平，有人需要连赢两分，才能够拿到最终的胜利。有中国小麦远员杂交之父之称的是哪位？许先生。哇，我根本来不及念。2020年，哪位 CBA 球星与格斗冠军李锦亮举办了跨界斗腕大赛？谢丽江。8-0。人类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是由哪种商品？谢丽江。黄飞明，9-8。说文解字是按照哪种编排方式进行编撰的？不舍。9-0。华为最新开发的 VR 地图导航系统叫什么名字？哈多。日本的风俗版画浮世绘是哪个时代兴起的独特艺术？江户川时代。江户时代。是。千里江山图是由哪位皇帝调教半年画？宋徽宗。赵佶。漂亮。永兴岛是整个南海诸岛当中最大的岛屿，它位于哪座城市境内？三沙群岛。智诚，克莱蒙特号航船被誉为轮船之父的科学家弗兰克。富尔顿。漂亮。答题继续。江西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被誉为江南第一仙山的是哪座山？三峡。导播车判定。三峡。李作雕拿分，李作雕更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这首词的词牌名。李嘉欣。哇，在拼啊，在赌啊啊！这次的题目没有能难倒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李作雕再次领先。
英国财政部的英文全称直译成中文。女儿不想进库。女儿不想进库。13平，中国女子足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朝代？唐朝。以中国的孙悟空为原型，美猴王，美猴王英雄人物名字叫做。太牛了，两个人都好厉害啊！好精彩，差一点点，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点遗憾。其实在我这个年龄阶段，我倒觉得成功对于我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更愿意去接受挑战，然后接受失败。我觉得只有输得过的人，输得起的人，才能再一次站上更高的舞台，和别人去对抗。李作家是我们发现的平凡生活当中的知识英雄和真正的宝藏，自己本身成为了知识发光体，也相信你会照耀到更多的朋友。谢谢坐雕。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坐雕的实力，我也仅仅是比你多了那么一两分而已。在这个舞台上我们都是发光体，你以前在节目中也说过我们都是微光，微光照耀微光，互相较量，互相照亮，只有微光聚集在一起才可以拼凑出整片银河。人生自是有缘，相逢未必偶然，一站到底，我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一站青年李作雕，再见。